係陽光霸區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九場三班千二嘅泥地短途，大熱係一。王記舉起。好，一開閘應聲彈出嚟擊上啊！咁啊，嗰只盡天使又慢閘啊！外邊咧仲有呢個盡黃星粉紅衫走上去啦，馬林中間智力同心啦，內欄位置咧仲有淺藍衫嘅新力寶啦，第五位外邊精彩生活啊，第六位藍白格仔衫咧走緊三搭外邊嘅協進神區啊，內欄位置嘅馬咧就係呢只灰馬嘅陽光霸區，中間夾住張燈結彩啊，後邊四隻北區威龍啦、盡天使啦，咁啊仲有隻綠燈啦，暫時包尾粉紅眼罩係越跑得啊，過曬八八啦，前面盡黃星就放頭嘅智力同心。已經咬到佢啦，內欄第三咧就新力寶啦，第四位兜出邊嘅，咁啊埋唔到嚟啊精彩生活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呢只擊上啦，內欄灰馬陽光霸區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張燈結彩喺度乒乒乓乓白衫嗰只啊，內欄仲有進天使啊，攞咗出去嘅馬咧就協進神區同埋咧咁啊北區威龍噶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進黃星佔先嘅，智力同心慢慢攞平衡咧，攬都慢慢拍上嚟噶啦，後邊嘅馬咧仲有新力寶啊騎緊啦，出邊位置仲係協進神區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進黃星仲有嘅，中間智力。同心啊，两个马斗紧嘅时候，新力宝亦都立紧上嚟，外边仲有一次协进神区接近终点，咁啊见到新力宝已经透出落班啦，即刻赢泥地啊！呢只真系部署靓仔到不得了啊！第二名嘅马智力同心，出边协进神区，埋边进黄星近啊！真系呢啲安排，落班就跑翻泥地，一档周俊乐练马师部署真系一流啊！第二名嘅马有智力同心。同埋出邊協進神區要影相，內欄進黃星都係近噶。由新力寶啊，周俊樂咁啊，仲有7.5倍贏翻場啦。第二名就好近喎，智力同心啦，協進神區入邊仲有隻進黃星都要影相，二三四低咁啊，睇下邊只攞到第二啦。咁啊，二三四名好近啦，不過見到進黃星可能稍稍個人咧褪後咗，咪得第四。但馬頭睇唔到啊，遮曬啊嘛。又係新力寶。虽然减磅少了啊，部署得啱啊，排住一档，仲影紧相啊，二三四，啲边都好犀利啊，大边大边，不过都系前面嗰堆咯，系只协进神区跟中间就有得追下。不过协进神区咧，系咪有少少夹到只张灯结彩咧？嗰度有啲碰撞，我睇下巡逻影片先知啊，边只撞边只。咁啊，伟达放咗个徒弟仔出去赢咗自己只马，不过都未知究竟系二三名系边只啊？智力同心同埋协进神区好近啦，仲有进黄星啊遮住。2150啊、哎！智力同心第二，第三系协进神区，第四就系进黄星啊！真系样样夹晒啦吓，落埋班一档啊，最紧要嘅一档啊，夜晚拍档啊，周俊乐。出閘都順利啊，起碼咁咬到前。今日似係有手馬配合噶啦，蘇偉賢、我識福朵咧就爭少少啦，第四啊。美翔牛角仔應該唔似噶啦，用黎海榮都贏咗兩隻啦，今日。三九二嘅派彩勝出咗入 A3，其他冷門19.5。望望啊，反鏡啊，第二名嘅相咧就見到大白鼻，係啊，有鼻箍嗰只。智力同心，面箍系啦，出边就少少鼻白鼻，只牛有一个位置啊，薛恩伟达，大家都可以往后留意下呢一对骑练组合。第三名咧就外面嗰只协进神区啦，可能有啲手尾跟嘅薛恩啊，因为转弯嗰度咧，佢应该系挨到嗰只张灯结彩嘅。起步七檔，進天使又慢啊！咁啊，何澤瑤咧都有啲無奈啊，慢擰咗兩下頭咁樣。咁啊，前邊就有幾隻馬快啦，分別見到智力同心啦，貼欄就新力寶嘅。中路位置就進黃星擊上，出邊就精彩生活嘅。第五位就貼欄嘅灰馬陽光霸區啦，跟住就張燈結彩協進神區，包尾嗰四隻越跑得咁啊。另外北區威龍啦，白鼻菇就綠燈，殿後咧係進天使嘅。咁啊，越跑得一換人又走咗樣咯，就係早段係咁都係要執咯，佢又唔想落後太遠。咁啊，一唔留得後咧，佢又麻煩你一執佢咧，就真係又走曬樣嘅。咁啊，睇下小會唔會用翻巴度啦。咁啊，前面啊一對馬都拍住走嘅，咁啊，但係啲時間就唔好快啊，兩隻都同標準相差不遠，中等步速嚟嘅。咁啊，前面啊都到咗條直路啊，進黃星智力同心。咁啊，兩隻馬都由頭鬥到尾咁滯噶，咁啊攬不提防啊！嗰只黃金包箱嘅新力寶咧，就最後階段擒咗佢哋。咁啊，新力寶啊，始終都一檔啊，又落班咧，咩有利條件都喺曬度啦。咁啊，協進神區啊，真係啦，跑翻千嘅時候，真係個追字眼係追唔切嘅。
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3秒11，第二段22秒06，末段23秒31，完成时间1分08秒48，快过标准时间少少啦。